第三代，我从13岁的时候到16岁再去学习技术，学习技术学习3年的时候就去台北，要3年，这6年的空间没有在家以前我都有种过，我一看就知道怎样弄怎样弄慢慢的摸出来，大家问太太跟问爸爸合作阿姨做出里面的工作我是旁边协助慢慢的我的父亲差不多70岁的时候他就一直叫我做就讲差不多2-3年才把他接下来，那接下来做差不多我太太也是叫接着2-3年就碰到民国76年的一个大家人才把它全部投入。手工是拢用化学原料，阮是拢用真正的原料，锡箔也是真正的锡箔。现在锡箔很不好买，都是大陆来的，品质不保证，看你的运气，一直跟他反映，他刚说有改进，有改进。这个锡箔怕潮湿，要保持干燥。要包装的时候弄要隔离呀，他从大陆来的时候也是要包装的那一个，也有这个神明指示了，神明指示说要真正的锡箔，那庙里都他们哪里找，他说去那个庙是在林口，在山上，然后向南部找。南部找哪里找？往南找，结果他到新竹有个南寮，他就找不到，再下来就有个竹南，来竹南找，结果看到一个大卡车载货来我家，他就跟他的来，他找到我，说神明不是要这个真正的。有一个农家，他们平常都是没有工作，需要收成的时候才有，他的多余的时间没要来做，他叫我叫他，他听不懂叫我资料给他，他自己一摸，结果摸不出来没有那么简单要有长期的磨练，有的人要把你全部包起来全部交给他，我不可能，我全部卖给你以后你们给我切断的话我怎么办。就从台北之后慢慢的把客户切断，但是要量大，还要压价，压价没有什么利润我就慢慢的把它台北放弃，放弃都做到这个网路上，客户一直增加，
啊，现在遍布全省，啊，连在澎湖啦、金门、马祖都有，量都不多，啊，他不会压价，啊，一个量大的都要压价。民国76年，啊，有爷营业登记的有385，加起来超800家，连屋前屋后都有人在做经营子，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很多，啊，有南部来的卡车啦，啊，还有那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收集你成品，要送到台北，有专门的人，啊，说车辆很多。啊，一般的家里的小孩子啊，放学回家就要来跟爸爸妈妈工作。啊，我们中港地区的小孩子啊，都没有这个什么流氓的都没有。大家下学都要帮父亲母亲工作。当年在民国38年的时候，日本政府有一个政策，红民化政策。他是要把日本的文化移来台湾，要把台湾的文化消灭掉。他说禁止制造，他没有禁止烧哦，变成功偷偷的制造。啊，那时候为什么会抢购呢？那就是日本跟美国有一个东南亚战争啊，美军要来轰炸新竹空军机场。啊，新竹的空军机场跟指南针都隔壁，啊，用它来要轰炸新竹空军机场，都低空嘛，低空进来，啊，我们竹南的人会害怕，好，啊，就经营子就大家抢购，烧经营子保，大家说是保平安啦，变成功，啊，日本政府也很严格哦。禁止铸造的时候，给你原料买不到，啊，买不到了，说是变通啊，去收购这个学生的笔记本，哦，那个回收厂哈，去收购学生的笔记本来铸造，也是有人卖。用一直做啊嘞，啊料一直传，一直准备，啊，半成品、成品啊，这个有三个阶段嘛，都要筹备啊。啊，成品没有了，赶快又要做下去，他说存起来，啊，就有人来买。两次体格检查都还好，啊，一次3年呐。啊，第二次在3年了，就变成说我可以驾驶到112年。他说有法度加减做，你若完全无做哦，病就来啊，做个无法度做那些，我还可以动了。